娘姐。哎，来了来了。你要的海鲜？我的海鲜，我的海鲜。是什么？给你挑最好的。哟，谢谢谢谢。都带膏了，看没有？哦，我看到看到。新鲜的。然后每个都带膏，这些做海鲜面特别好吃。哎呀妈！哎呀，海鲜面啊！哦天哪！这个没你们的份。啊！我们只是好奇，是你是去抓的吗？对，就你要赶海就能抓这种。哎呦！我跟贝爸很熟，他是我们家海鲜供应商，然后也是岛民。赶海的话，我们能抓到什么？赶海有那种沙蟹、有粥啊这种啊，是非常非常鲜美的。哎，还有装那种小的皮皮虾。那我们要不要？我们要不要现在准备？那赶快去换鞋子吧。我换一下鞋子，我们就跟你走。二话不说，耶！哎呦 ，Let's go， out of control， yeah。我们按照原来队行吗？好，可以了。谢谢，一会儿见。喂！喂！到了到了，耶！我们停这边好了，那个沙子不好停。行吧。大家跟我进去拿工具啊！好的。啊，拿工具。这个是抽皮皮虾的啊，一人拿一根这个啊。哦。来来，一人拿个桶啊。个人找个人的货啊，对，这干嘛使的？把它抽出来。Hands up！ 我告诉你不干活，晚上都没得吃了。我告诉你嘛 ，Go go go， 来哟，还不等人呢、啊。Who are？ 沙蟹怎么钓呢？等我跟你们演示一下。来来来来，大家自己动手啊！分每人分点铅啊！啊，每人分点铅啊！这个鱼是干嘛用的？它那个应该是那个饵。对，我跟你们演示一下，插过来啊！哦，啊，到这个位置差不多了，就这样插下去，插稳一点啊！一定要这个杆露出来，等一下我们就找不到杆了，知道吧？听起来好像很简单。看看谁的运气最好，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好不好？好。抓螃蟹的不知道是谁，吃螃蟹的第一个一定是潘玮柏。太高级我了。OK， 个人插个人的区域啊。我插在这儿，这有个机器能帮我盯着。啊，这样的吗？没准插哪里都可以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哇，这么快啊？有吗？快点快点，哇，这么快，哇，两只，快点，同志，这边先放这边，对，不，那怎么看到它有没有啊？它直接咬在上面。对对对，插地条，插稳一点。这有个沙蟹，哇！下面，那我给它拿去了。啊，来，它会跑掉啊！你用手这样一捂下去就能抓到了。跑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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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了。我跑得太快了吧？它。对，跑得巨快。我刚才也看见一只。它也是很挑呢。对啊，没有螃蟹啊。我们拿这个鱼肉来煮，可能比抓螃蟹还来的多一点。我也觉得是。往那边找也可以啊，多可以找啊。
你们在钓螃蟹吗？是啊，小心不要戳到了，好不好？到这些东西，我们在抓螃蟹啊。你抓到了没有？抓到了好多个小的。你在哪儿抓着的？就在沙滩上。哦。龙虾，这里面抓的是龙虾哎。对，好可爱啊，拿回去养着吧。我打算今晚给它炒着吃。那就不要跟跟它建立感情。这么难找，怎么没都没有啊？这不被抓光了吗？不管它了，我们去抽我们皮皮虾，等一下我们就去收它就对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教你们去抽皮皮虾啊！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找拇指头那么大的一个小洞，啊，这个洞啊，没办法，你要示范一下，别丢脸哦。这个洞里面可能有，可能没有。如果没有，先讲。如果没有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就是走亲戚去了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来啊，我们正常是这样啊，压住他。这叫一击就中了啊！哦，哎呦，漂亮漂亮！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那 OK， 那就看你们了啊！皮皮虾，我来了，皮皮虾。等一下，我们来比赛一下。好，看咱们谁扎得多。好。哦，这有几个洞？看看你了啊！快一点，对，把它喷出去。啊，走亲戚了。速度一定要快。我这里也有一个洞，有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找到一个洞。没有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啊！皮皮虾，我来了！呀！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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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吗？那些石头里面会有螺茧啊！皮皮虾我是搞不定，找不到。啊！怎么这么多？这么多才拍一个。赶紧啊，都不要都跑了。不是啊，我在休息。我用这个针在休息。太难抓了。好难哦。很难抓。发现就是什么都不做，看着海会有一种宁静感。是的，宁静。宁静。问题是你想做什么？有嘞！你抓到了一只，超小的一条，你看，在这里。哇，这也太小了！这算了吧，这我把它放回去，放它回去。真的，我把它放回去。加油加油啊！来日方长。来，乖乖的啊。怎么办？好像真抓不到哎。岳哥一直有收获哦。这边有一个洞。哎呦，皮皮虾，抓到了吗？有吗？有。你好厉害哦。凶悍呢？哎，这边，凶悍的虾，你好厉害哦，快很准的。哦，这么厉害，阿月，月哥，月哥，月哥，差不多了吧？月哥，月哥，
月哥，凶悍的虾，月哥都快把海滩给走完了。月哥抓皮皮虾抓上瘾了，他该不会比赛是谁抓最多可以吃最多面？我们要看着他吃，果然是渔民，黄金矿工。